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有这么多的大大，因为有你分享。今天我们因为有这么多的大大，所以让我们终于有一天有人称呼的，有妈妈的日子。因为有你，我们今天可以过一天有爸爸的父亲节，让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在天上你眷顾，我们深深感谢你。为来自工会的董事长，谢谢你加入公司，加入长期的愿从，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的恩赐。那当他是他的亲爸爸的时候，我们社会招有愿意的支持我们的孩子，不但一段时间不断遭受了物质付费，是生活接下来往上一段进行大的，所以谢谢社会大众继续对他们的关心，对我们的愿意的关心，照顾这些孩子非常不容易。社会福利的工作，政府在非常无人来讲，因为公务体系所能够扮演的角色，往往就是办好平台，而且对有课程化方式，好在有其他的这个社会机构承载这个工作的时候，非常感恩。扣的是他们之一，这段时间要一天是这样的苦难啊！但我相信，这个光一定会照亮某些社会里面的阴暗面，就好像我们社会也会来照顾我们这群很需要的关怀的面一样。所以，请社会大众再继续来支持。那我个人。更快的感谢社会大众对关心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